姐姐们抓紧时间拍啊，什么地方啊？陕西临潼的板栗红薯，姐姐们网上可以查一下啊，陕西临潼这个地方的红薯特别好啊，你们都可以查一下，姐姐们啊，咱们这个坑挖完了咱们就要下播了，姐姐们啊，还要姐姐们直接去拍啊，感谢姐姐们关拍了，姐姐们瞄着这点关注啊，收到有任何问题找小张啊，咱们给大家不但卖保质保量保售后呢，姐姐啊，不好吃了都可以来找我啊，瞄着上方给我点关注，姐姐啊，真心不错的板栗红薯，吃起来干面前，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的板栗香味啊，姐姐们啊，欢迎感谢思雨爸爸，感谢 smile 的购买啊，小时候味道，对，就是小时候味道啊，这个吃起来绝对就是小时候那种味道，你尝一下，姐姐啊。那个姐啊，这个姐啊，你尝尝看是不是我跟你说的小时候的味道，你看咱这在这行挖完了咱就下播了，姐姐们啊，还有这一行了，这行挖完就不挖了啊，你们赶紧要的话，姐姐们赶紧去拍，你看这都挖完了啊，挖完了剩下的明天挖啊，剩下的明天挖，今天就挖到这儿，一会儿要给大家回去打包发货了，姐姐啊，单价姐姐啊，你直接9.94三斤小果是给大家尝味，建议大家直接拍五斤和九斤的啊，建议大家直接拍五斤九斤更划算，姐姐啊，那个黄石当归姐姐啊，您去拍啊，不好吃了来找小张啊，真正的板栗红薯吃起来干面前，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的板栗香味啊，你看咱这用这给大家挖出来的啊，现挖现发的啊，不小姐姐啊。不小，你看这红薯多大呀，这还小，大得很啊，啊不小，看起来小，你们是因为我是站着播了，你看这不小了啊，红薯已经很大了，你看还行啊，姐姐啊，小时候的味道，姐姐们，咱们这行挖完了小张就要下播了，姐姐们还要的，姐姐们赶紧去拍，没给小张点关注的瞄着上方点关注，姐姐们啊，正宗的板栗红薯吃起来干面前，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板栗香味的红薯啊，对，这才是现代操作，挖红薯啊，挖的挖多多多多多多就挖吃来了，姐姐们啊，还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啊，回家吃不好吃了来找小张啊，干面前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板栗香味的红薯，姐姐们正好以后一接锅整个家里都是满满红薯香味啊，拍了中国好，感谢啊，感谢姐姐支持，雨如生啊，姐姐啊，雨共如生，姐姐啊，一定会让你满意的，姐姐啊，拿回家不好吃了来找小张啊，拍了姐姐瞄准这给我点关注，收到有任何问题找小张啊，什么时候到，姐姐是哪里的啊，姐姐是哪里的啊，这个起太早了啊，影响啊，这个不早，因为这个到日子了，咱们红薯一般是种129天啊，这个红薯已经超过129天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已经熟了啊，姐姐已经熟了啊，收到货用不用晒再吃，不用晒啊，收到货就能吃，姐姐啊，无锡的话得2-3千啊，2-3千，姐姐成都的啊，成都快的话就2000左右就到了啊，2000左右就到了成都，无锡的话也是2000左右啊，快的话就是2000左右就到了啊，慢的话3000肯定到了啊，这个红薯很好吃啊，新疆发货了，新疆好像发不了货，姐姐啊，我拍了大果啊，好吃在怀柔佳吉广州啊，不要放小，不会放小了，姐姐你回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啊，咱们做生意是凭良心的啊，你放心，姐姐啊，姐姐们相信主播直接去拍啊，您回家主要是尝着味儿，看看好吃不好吃就行了，姐姐啊，真正的干面前，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的板栗香味，姐姐啊，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，看这一行完了咱们就要下播了，姐姐啊，这么大个草，这行完了姐姐们咱就要下播了，姐姐啊，现挖现发的板栗红薯，吃起来干面前的板栗红薯，正好以后一接锅整个家里都是满满红薯香味的板栗红薯，这个红薯就让你吃出小时候的味道啊，唐山是可以发货，姐姐啊，这个红薯能让你们吃出小时候的红薯味啊，蒸着吃，烤着吃，空气炸锅炸着吃，回家做红薯丸子，拔丝红薯薯条都是可以的，姐姐啊，还蒸红薯稀饭啊，还有那个蒸红薯米饭都是可以的，姐姐啊，口感特别好，还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啊，一会儿这个咱们这行挖到头咱们就下播，姐姐啊，还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了，姐姐啊，多少钱一斤啊，这个直接拍个九斤的39.9元，五斤的是26.9元，包邮到家的啊。这个红薯拿回家吃不好吃了，你给我退回来。真正的板栗红薯，吃起来是干面前的，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板栗香味的红薯，姐姐们啊，喜欢吃你们直接拍啊。红薯甜度很好，感谢我彩娟姐姐的购买啊，感谢彩娟的姐姐购买啊，感谢 AA 的购买，还没拍的姐姐们抓紧时间拍啊，拍了给小张打个拍加机啊。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，现挖现发的板栗红薯啊，咱能卖个1个多月2个月的样子，姐姐还能卖1个多月啊，这是早熟的，早熟的挖完了还有晚熟的，姐姐啊，早熟的挖完了还有晚熟的啊，姐姐感谢杨
在家里给我们一定红薯，姐姐们一定要关注我，吃的好了一定回来找我啊，瞄准这给我点关注，姐姐啊，吃的好了要能找到小张啊，拍一定瞄准上方给我点点关注，姐姐们啊，来没拍的姐姐们抓紧时间啊，这个红薯咱们一定是，对，还有9.9的数量有限啊，没有的就没有了，没有的话只能到明天，每天开播咱们给大家有小果，大家可以到首页预约一下主播明天的直播，姐姐们啊，到首页预约一下主播明天的直播，姐姐们啊，每天开播都有小果啊，对对对，地很多啊，地很多就是啊，咱们当地种红薯的特别多，红薯在咱们当地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啊，姐姐们啊，咱们当地就主要种这红薯了，感谢雪英姐姐的购买啊，感谢雪英的姐姐的购买，来没拍的姐姐们抓紧时间拍啊，正宗的板栗红薯吃起来干面前，而且吃起来还有淡淡的板栗香味啊，拿回家不管是蒸着吃烤着吃空气炸锅炸着吃都是很好吃的，姐姐们啊，感谢海浪的购买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还没拍的抓紧时间啊，一会儿我要下播了啊，这行到头我就下播了啊，感谢喜的去购买啊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还没拍的抓紧时间啊，拍了给我打个拍家机啊，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放心拍放心买啊，板栗红薯啊，为什么叫板栗红薯，因为它吃起来有淡淡的板栗香味啊，蒸着吃烤着吃空气炸锅炸着吃都是可以的啊，老人小孩都爱吃啊，好多姐姐这个晚上不想吃主食的啊，都可以把这个啊，把这个作为这个代餐吃啊，这个红薯很有饱腹感，而且红薯号称是粗粮王嘛啊，姐姐们啊，红薯号称是粗粮王啊，好，感谢桂琴姐姐啊，感谢桂琴姐姐，来没拍的姐姐们抓紧时间拍啊，拍了给小张打个拍加急啊，咱们给大家都安排加急发货，感谢新城姐姐购买啊，咱们这一行到头咱们一会儿就要下播了，姐姐啊，还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，拍了给小张打个拍加急啊，感谢姐姐们信任和支持啊，咱们再给姐姐们留一会儿下单的时间啊，拍了给小张说一声，姐姐们啊，今天是这样的，今天全部给大家发走啊，今天下单的我今天全部发走啊，感谢李明后的购买啊，今天下单的我今天全部发走，姐姐们啊，感谢平安平凡的去购买啊，感谢欢迎黄卫东来直播间，欢迎陌路人来直播间啊，没给小张点关注的姐姐们啊，赶紧瞄准这里给我点点关注，姐姐们啊，这赞赞给小张点点赞赞啊，咱们这个每天早上咱们都开播，姐姐们也可以到首页预约一下啊，小张明天的直播，明天来这里继续看小张给你们挖红薯，一箱多少钱啊，一箱26.9五斤啊，39.9九斤啊，盛开玫瑰9.9发几斤，三斤小果，姐姐啊，三斤小果啊，三斤就这样的果子啊，三斤就这样的小果，看三斤小果，姐姐啊，还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啊，要的姐姐们赶紧去拍，马上咱们就要下播了啊，我再给姐姐们留点时间，你看咱这挖的头咱就没有了啊，咱今天就挖这么多，再不挖了，姐姐啊，今天就是挖这么多不挖了，足斤足两，对，足斤足两啊，没有不算箱子啊，定重，姐姐啊，不算箱子的定重，姐姐啊，它是足斤足两，你看咱挖完了，姐姐啊，咱们今天已经不挖了，你看这给大家拿回去要发货的，姐姐啊，这是给大家拿回家要发货的啊，哎，这全是给姐姐们拿回家要发货的，所以还没拍姐姐们啊，抓紧时间啊，这个机器不发达，是不是不发达，落后了，是已经落后了，落后了，落后了啊，来姐姐们还要的话赶紧去拍，我们现在已经挖完了啊，这马上要回去给姐姐们发货了啊，打包发货了，你看啊，这是给他跳的，回家要发货的啊，来没拍的姐姐们抓紧时间拍啊，感谢双的购买啊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，没给我点关注的姐姐们赶紧瞄准这里把关注点点，这几下这赞赞按着别放给我点点，感谢韩公子啊，你看咱已经挖完了，姐姐今天不挖了啊，今天已经把这个地里看挖完了，把这拉回去要发货了，姐姐啊，我走到地头咱们就要下播了，姐姐啊，今天咱们不挖了，淡淡板栗香味，拿回家蒸着吃，烤着吃，空气炸锅炸着吃都是很好吃的。你看，给它拉回去要发货了啊！大家都在那吃饭呢，都不容易啊，农民都不容易。早上4点多起床，姐姐们啊，感谢胖哥，陕西胖哥是谁？胖哥认识我不认识啊？胖哥认识我吗？胖哥啊，我马上要给大家发货了，姐姐啊，这个你们还要的话，姐姐直接拍我走到地图，咱们就下货了。看，都在这吃饭呢，早上4点多起来了啊。啊，啥时候到啊？美玲珑姐，你是哪里的？买完了，2到3天就到了，姐姐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大概几天就到了，姐。
啊，都是现挖现发，姐，放心吃就行啊。小时候的味道啊，板栗红薯吃起来淡淡，好多几千斤，没那么干钱。是的，姐姐啊，几千斤，那种了这么多地了，再没有几千斤就完蛋了，姐姐。今年就靠着挣钱了。沈阳啊，沈阳的，哎呀，沈阳得3000多，3000多时间啊，这个好吃，那必须好吃，3000多时间就到了。姐姐们还要的话，姐姐们赶紧去拍，我要下播了，姐姐啊，来没关注我的姐姐苗志关注我，我现在要下播了，感谢佛陀中心的购买啊，你们还有没有要的姐姐？有要的姐姐，我稍微再等你们一下，没要的我现在就下播了，姐姐啊，还有没有要的姐姐？要的姐姐我稍微再等一下，没要我就下播了啊，明天咱们早上啊，早上咱们5点多开播，姐姐们啊，明天早上5点多开播啊，还有没有要的姐姐啊？有要姐姐赶紧去。我要下播了，我要回去给大家打包发货了啊！回去给大家打包发货了，感谢春天的去购买。头也上了。哎，姐姐们啊，那我就下播了啊！姐姐们到首页预约一下我明天的直播啊，在这点开这儿，到首页预约我的直播，去看看我拍的视频，姐姐啊，去看看我拍的视频好不好，姐们啊？那我就下播了啊！感谢默默给我点赞的姐姐，辛苦了，姐姐们啊！感谢姐姐们默默点赞，我就要下播了。再给姐姐们看一下咱这叶子，你看，姐姐们这个好多姐姐说叶子能吃，你看，咱这个叶子啊，它这不打农药，所以这叶子上面有虫咬的小小眼，看到没？咬的小眼眼啊，这个是虫咬了啊，看，所以咱们这个真的是不打农药啊，这个是比较好的啊，这个不是比较好的。现在大家买这种是，好多姐姐买不到这，你看，这个现在是不能吃了，老了啊，它小的时候是能吃的啊。现在这个叶子有点老，姐姐们啊，那我就下播了，姐姐们啊，跟我瞄着这边关注点点，明天来这儿继续看小张给你们挖红薯直播，好不好？姐姐们啊，明天来这儿看看小张，好不好？这地方是陕西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地就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地是这样的啊，这地口感特别好的红薯，姐姐们啊，我下播了，姐姐们啊，瞄着这给我点关注，姐姐啊，我关注点一波，姐姐啊，我下播了，明天来看我直播啊。